我同我太太都是同年的金牛座。2005年我们第一次去换身份证。我们忽发奇想，想借换身份证的机会去拍一张情侣照。所有公民在身份证上面都合埋口的。如果只有我们两个擘大口会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幻想政府是有一个制的。一按了之后呢，所有公民的面孔呢都会整齐排列出来。在茫茫人海里面，两个张开口的情人应该很容易配对。大家有了共识之后呢，我们就去了不同的 counter 办手续。你应该知道的。我当时在想，如果老婆拍得到而我拍不到，我一定很大镬，一世就没运行了。所以我其实是有一股坚决的心是要拍到这张照片的。那时的智能身份证最多可以拍12张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一张心仪的。我坚持擘大口拍了4张之后，历史时刻就出现了。公务员第一次向市民提出一个美学的要求。他这样跟我说，程先生，你张开口不是太雅观。然后我们讨论了一堆关于样貌和辨识的关系。最后我告诉他，我是读艺术的。他说我明白了。那个公务员找了一个更加高级的公务员，讲了我的要求。那个高级的公务员问我，这个 idea 是否来自一套电影的。最后他给我成功拍下这张张开口的身份证。太太当然没有拍到了。2011年6月4日那晚，我参加了六四晚会，然后加入了踢保大游行。目的地本来是北角警署，怎知游行中途就被拘捕了。我还记得拘捕我的警察的编号是8971。那晚拘捕了40多人。警员在每一个被拘留的示威者的身份证上面都贴了原点。我是43。2015年，我在火车里面遗失了银包，身份证不见了。我很担心我拍不回这张张开口的身份证。保领身份证的时候，我决定这样做。就是一入入境处门口，我就已经维持了一个扭曲的样子，尝试令到他们以为我本来就是这样。拍了第一张，我想急忙离开，但是我的公务员叫我多拍一张。原因不是雅观不雅观，而是因为影像模糊了。证件上的本质只要证明你清澈地存在活着，怎样活着，什么情感没关系。我维持扭曲的样子多拍了一张，然后就走了。老实说，我真的有点不开心，因为我的公务员放弃了我，最少是我的外貌。不足三个月，我再次不幸地遗失了银包。在保领身份证的时候，西口西面的演技已经变得流露主义。2020年差不多所有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都是西口西面，最后选举被取消。